周老师，现在已经有40多个人了。啊，哦，那现四在十真是八人十不八，少嘞，四现十在，八个人。呵，看来真受欢迎。啊，四十啊，八是的的，受大欢家迎都啊，喜欢听的。嗯，周老师一直就是受欢迎谢谢。的。那咱们开始吧，周老好师。吧，好的，行，好的，直接开始是不是？开始吧。好的，可以吗？可以，反正我估计还会有人上来的，好的，那我们那就开始吧。开始。尊敬的老师们、同仁们，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19号，星期日，现在是德国时间晚上19点。今天我们德国中医学会再次有幸邀请到的海内外著名专家团队。专题系列讲座主讲嘉宾是现任法国三才中医学院院长、法国中医学院副会长、世界中医五运六气学会联合会副会长卓越平教授。卓教授好。卓教授1983年以学士学位毕业于浙江中医学院，1987年以硕士学位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师承国医大师李金荣。1994年，卓教授以国家教委访问学者身份来法国进行神经免疫研究。1995年，在法国里昂开设中医诊所。2007年，成立法国里昂三才中医学院。卓彦平院长对五运六气的研究深有建树。是欧洲中医面授传讲五运六气的先驱者。卓院长在法国里昂三才中医学院开设的五运六气和命理课程，是法国学生们最感兴趣的课程，因为五运六气是原汁原味的古中医，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五运六气和命理。二者用天干地支沟通了天地人三才，可将一个人各方面的特征，诸如体貌、性格、病因、病机、病位和治疗方法等，系统的、全面的体现出来，应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立竿见影，效于服务。今天，卓教授讲的题目是《堂堂古中医三医命相谱》。武术的临床应用，下面咱们就开始讲座吧。请大家静音。讲座结束以后，欢迎大家踊跃提问。现在有请卓教授。好，谢谢德国中医学会的邀请。李医生呢？谢谢周医生的主持。很荣幸。好，现在我们开始来谈谈古中医那个三医命相谱，的临床运用。我们任何医学啊，都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也是如此。中华文化是中医学萌生的土壤，茁壮成长的源泉。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抢做了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医学是医道儒释等各家文化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奥土上，否则中医就是无土再培了，成不了什么参天大树。我们同时，中医的复兴一定要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否则呢，孤木不成林，何谈中医的振兴啊？我们的中华文化是从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
鸟嗅之闻，于地之泥，金去巨身，圆去巨物，四座八卦而成的。我们传统的哲学认为宇宙是由天地人构成的整体，我们的三一命相谱，这个我们传统讲是可以称为，玄学武术或者道学武术，也可以讲古中医的武术。我们古中医就来自于道学嘛，是古人的思维结晶。他们五者同宗同源，都是以元运动为隶属依据。以天干地支、阴阳五行为核心的梳理工具，来判断事物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东方科学部分。我们唯一者一定要字字渊源，三一命相谱是五个亲兄弟。今天我先一个个来，讲他们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实际上，这个武术就如同西医的 X 光线、CT 或者核磁共振或者扫描一样，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人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内经说，人凭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与人，天人合一。古人发现了宇宙万物客观地呈现出一个周期性的规律。春秋元道篇中说，日夜一周，元道也。月次二十八宿，叫真与假属，元道也。金行四时，上下隔于日，元道也。卧动则门，门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长，元道也。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了，中华文化是从天上二十八星宿，星星都有规律地转动着元运动，地上春夏秋冬，寒夜周暑，也旋转着元运动。而人呢，有望乡休愁时，有十二长生，生育待观望，衰病死耄节，太阳的元运动。我们人体的脏腑、十二经络都是元运动，这样天元、地元、人元三个元运动。古人呢，用滋味的发明了天干地支，它来沟通天地人三才，把天地人三个元有机的构成在一起，所以叫做天人合一。把天干地支呢，把天人合一呢，成为了现实、具体、实用，不是我们以前想天人合一，也是一个胡说八道的话。所以天干地支，我反复讲了，信息量是极其丰富的。天地人用了天干地支作为载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人成运，所以古人是很厉害的。他把天干地支当作描述天地人合一的函数。霍金在《世间简史》里面讲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星辰，
人类的一生蕴藏着宇宙的奥秘，从细胞到个体，从原子到浩然的苍穹，这是都是宇宙的规律所支配的，也是活在宇宙中的人类应当遵循的规律。我们来自宇宙，宇宙最终也会回归宇宙。美国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在书中写道，我们身体的 DNA 的氮元素，牙齿里的钙元素，血液里的铁元素，还有我们吃进去的碳元素，都是曾经宇宙大爆炸时千万星辰散落后组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星辰。庄子早就说了，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与我并生。所以我们古人讲的，内经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有科学根据的。我们的三一命相谱，三，是在山上的修炼修身的行为，主要是老庄的思想修炼了，然后呢，气功啦、养生啦、施耳啦。今天我们主要什么修身，它就是来改变，大的讲命运，小的讲身体健康的法宝。一呢，主要是来看病的。来看病呢，我们反正大家都是中医人，知道，有方剂啦、针灸啦。但是从个术数来讲，我们一呢，主要是从五运六气来阐述的。五运六气占了内经的三分之一多，可惜我们，中医人都不知道、不懂，这也很好用的。命呢，我们就是论，一个人的命运健康。当然了，命运里面也包括了，身体的健康或者不健康。今天呢，我们主要来那个持平配命为例子来讲讲。占卜呢是来测试的，它是一个是论病，一个是论命，一个是论事。今天与这个论占卜呢很大，我们用奇门遁甲来举个例子。相呢，就是动态的看一个人相，或者有面相，也有家相，也有貌相，自己用眼睛来看的，是动态来观察，这样从各个角度去观察人的一生，可知道我们中医的诊断和治疗。好，我们先来谈谈一，我们反正大家都是中医人，针灸啦、中药啦就不讲了。我们现在用来，因为学术嘛，学术还是中医里面还是以五运六气为主要。五运六气呢，它有个五个要素，一个是年运，大的可以有七个要素，因为运五运里面还有主运、客运，因为家境也复杂了，所以我们运气五要素用起来就也很方便了。这个年运呢，来定落葬的。六气呢，我们来在病性的，我们知道做一个诊断，要找一个脏器，一个偏性，六气的偏性，这样就诊断就比较清楚了。
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冷年运。我们讲前面讲了，实际上中国文化啊或者中医啊就是个元运动。这个图是美国毛小梅老师他发明的，他在内经悟出来的。就是年运呢就是个阴阳五行的元运动。在五运六气里面，它是一个合化的五行，就是甲气合土，乙庚合金，丙辛合水，丁壬合木，戊癸合火，阳干为太过，阴干为不及。按照阳干阴干五行相生的次序排序的，甲己合化土，甲就是土运太过，土生金，乙庚合化金，乙就是金不足，阴金，这是年尾数。这个注意年尾数，你那个出生年的年尾数或者今年2023年的年尾数就是火不及，等一下我们来解释的。所以它这个是一个阴阳一个五行的元运动。太过呢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脏器功能偏旺，不及呢就是我们那个脏器的功能偏弱。就是年运呢来定落葬的，如果定落葬呢就是用个相克，等下后面会讲五运六气的分析原则。然后呢它是个年支来定六气的，年干年支，所以讲年支的也是一个元运动。不要看看这个地支哦，它这个图它蕴含着好多信息在里面。我们伤寒论的有这个六经郁结石，就是在这个植物流注那个地支里面的。我们针灸的植物流注，存亡旺福也是从这个图里面的。还有24节气，十二地支从24节气来的，还有八卦里面的十二消息卦都连在一起的，所以它蕴含着很多知识内容。地支呢我们呢可以用属相来判断，你属什么就可以定下来地支呢来定六气的。六气呢就是病性，它这个我们只讲年干呢用五合，我们地支呢五运六气呢用了一个六冲，所以在五运六气里面是个冲合的五行吧。就是如果你属子的年四天就是天上之气，再全呢是地上之气。四天呢我们讲过了，影响全年尤其上半年的气候，再全呢影响全年尤其下半年的气候。这个四天再全知道了，我们这个一年的气候大概情况也知道了。我们今年是癸卯年，就是阳明照金，四天少阴君火再全，
等一下我们来分析。所以把那个，所以年支年干这个很好查的，现在有五运六气小原件， 一看就知道，不是很难的。这个对应我们先天体质呢，就子午之年产生的，以火热体质为主，有牛羊丑未年出生的，以寒湿寅神就虎猴年出生的，指风火体质啊。拍啊，这卯酉也是热燥，因为子午卯酉六气是一样的，就是上半年下半年不同。辰戌丑未呢也是六气，上半年下半年不同。寅申巳亥呢跟四个风木风火一样的。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蕴藏着那个三合了，地支的三合，子午卯酉四正位，这个丑未辰戌巳卯未巳阔未寅申巳亥巳长生，这个讲起来所以也比较复杂的，但是不要去这个三合了，在命里面用的很多的，我们就知道这个五运六气那个六气是怎么来定的。它的运转呢是一个阴阳的，阴阳带着五行，是好了，绝少太少阳太，这是绝阴是一阴，少阴是二阴，太阴是三阴，是一阳二阳三阳，阴阳带着木火土金水来运转的。年运呢是那个也是阴阳，阴阳是太过不及嘛，然后呢五行的相生次序来运转的。第三第四个五要素啊，五要素还有一个就是来月令节气来定主科气。主气这是也很好查的，它一个固定的不变的，就是客气呢是有变化的。客气如果你四天债权定下来了，客气也很好定的。客气呢就把那个四天志气放在这个三志气里面，然后呢按照这个绝少太这个一阴二阴三阴，或者少阳太一阳二阳三阳次序填进去，就出来了。就这样呢有五运数出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分析那个一年的气候。可以预见这一年会产生什么毛病呢？我们这个主气啊，讲是主气啊，是春夏秋冬。它是木火，木生火，火通火，生土，土金水，它是个五行的原运动。这个五行原运动呢，我们那个彭子医呢，就是古中医的原运动，就是从这个主气来的。客气呢是按照阴阳的原运动来的，它就有三阴三阳，一阴二阴三阴，然后一阳二阳三阳过来的。它这个是根据人体的体表到内脏这个六个层次来的，我们伤寒论就是根据这个客气的层次来的，就上来就太阳寒水，太阳然后到阳明，然后到少阳，然后太阴
少阴、厥阴，它六经就是从这个开启过来的。我们今这个排出来了今年的天气啊，我们看了，今年是癸卯年，这里你们看到吗？这个图我是折掉了，折掉了。今年的癸卯年，癸是火不及，火不及。我们今年就也感受到了，今年的气候，去年是壬寅年，今年那个一月，大寒之节啊，21号前后，好像我们国内，起码我们法国也这段时间是比较冷的，比往年冷很多。国内我看了，东北啊，破纪录有-50多度。现在还是在，好像冷空气，今年是比往年冷很多，就是我们火不及感受到了。然后呢，四天呢是阳明燥金，阳明燥金啊是那个秋天嘛，我们那个收割嘛，秋气啊。消杀之气很年的、啊、按道理火我们可以克清制约这个燥金的，可惜今年那个火不足，制约不了燥金。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消杀之气，跟消杀跟我们可以讲收割稻，收割麦，收割水果，但是我们今年已经感受到了在收割人啊。我们一月份已经国内的新冠已经收割了一大批人，最近那个土耳其大地震又收割了一批人，而且俄乌战争，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每天还在收割一大批人，所以今年的阳明燥金是很浓的啊。所以讲我们今年的2023年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安稳之年，我们3到5月啊，就是3月21到5月22日，主气少阴君火，客气是少阳相火，二之气在这里排着少阳相火，主科，位置不对啊，主气应该是少阳君火是君臣，客气相火是君，这个是臣，臣在逆位，所以这段时间还可能有瘟疫的产生，但不一定是新冠了。所以我们今年呢，等下还会讲不安稳的，而且美国已经每年啊在拱火台湾卖武器啊100多万，他们这个挑起战争啊，也是不安稳的因素之一。再来看看今年的气候，我们来讲了火不及，因为气候比较寒冷，我们看看初四季，初四季是主气厥阴风木，客气呢太阴湿土，所以寒湿气候了。四天是阳明燥金，是比较冷的。二之气呢，只有两个相火，在这个相火呢是，科，就是臣科君的，所以更加不好，这个要注意。这个三之气呢是夏天阳明燥金，
所以今年的是夏天不会很热的。四时期呢是太阴湿土主气，太阳寒水客气，所以夏天不热的。五志气呢是阳明燥金，厥阴风木客气，比较干燥风燥。冬天呢中志气呢是太阳寒水客气呢是少阴君火，所以这是暖冬。今年的气候一般呢该热不热该冷不冷，这是整年的气候。对人体的身体影响的。所以今年的收割收成啊也不会很好。啊，我们五运六气的分析原则呢，实际上我们五运六气这是个也是个求函数了数学了求物理的东西，它一个运算法则了。它的运算呢是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相同的规律，它的理论基础呢就是天人相应了。运算结果呢对人体健康以及体质的分析和预测。如何运算呢？就是从意志数需求未知数。运气学的意志数就是你出生时的发病时间，或者出生的命出生的时间发病的时间和看诊的时间，能够画出一个命图病图跟时图，这样子可以预测推算您这个人过去或者现在和今后的健康状态，这样方便呢临床呢来用药。它分析原则有两个，一个是这个相克三角，气有余它克所胜，另一个反物呢所不胜，反物就是相克的木，比如克土，金呢克木，木呢克反物的金，不吉呢也是两个相克，既所不胜是物也成了，所胜有成物了，就是也木本身有毛病，何止土也是金，就是三角相克三角，这个落葬病的病性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同者胜之医者衰之，你火再加火就是你偏火，火更盛了，如果火碰到水你这个医者呢就是把水呢可以平衡一下。好，我们只要呢知道了就可以来分析那个也不是病案了，这两个是很有名的，我来看看，一个是拜登一个是普京，两个老对头死对头，知道吗？你看看拜登呢是1942年11月20出生的，我们说年干人他是太角是木太过，丁人和木马是木太过，他木太过呢我们就是一个是肝了，肝气太旺，肝气旺呢可以克脾土，然后呢金木呢来交战，三个是落葬，他是五呢15，所以这是下载的五运六气小原件啊，这个不要你去推算了。少阴君火，债权是阳明燥金，
他是下半年生的，下半年生呢，阳明燥金的生那个气力比较大，影响比较大。主气呢是阳明燥金少阳相火，它是木运生气，木火迎金，所以拜登呢，他主要两个问题，一个是肺病，经络的，这有经多的还是他是络脏，所以拜登他得了好几次新冠吧，他肺是络脏。另外一个呢，木生火，两个火，风火旺，风火旺啊，要大脑的疾病啊。拜登他大脑有瘤，开过手术的。他的体质呢，就是阴虚，燥热了。但是他现在已经80岁了啊，阴虚燥热，阴虚极阳，这样也可以阴阳两虚了啊，上热下寒，这完全有可能的。我们看看这个普京啊，时间过得真快，普京。他也是你看10岁，他也是木太过，木太过，但是他这个是寒水，水来生木，木旺了，木旺就动嘛，普京很好动的啊，他也喜好运动，去他木主动嘛，然后呢木呢克土，有太生土为落的木克土，所以他脾胃系统也不是很好的。另外木主动了，可能帕金森这方面也有全年。反正我们讲五运六气，不一定来断病，也可以断命的啊。你看他们这两个是，都是，木太过之年生的。乌克兰战争呢是去年发生的，去年是壬寅年，也是壬木太过，木旺发怒了。但是呢，这个呢是水生木，木旺；这个呢木生火，火旺。这个木去生火了，所以普京啊，虽然他在怒之下造成战争。他当时打出了拜登的威风啊！拜登去年这个什么那个亚洲撤军，名气威信很低啊。结果普京一打，他把那个威信打出来了，把那个北约重振出来了，所以。也是胡说八道吧，但是也可以看出来啊。好，我们来真正断个病案啊。上面这个是可以当做胡说八道，去听啊。但是我还是相信古人的智慧的。你看这个是1947年，所以讲我们五运六气的，实际上是三个字。来断病的，这个是不准确的。这三个字，这是丁，丁令合花木，它是木运不吉，丁亥年。这个木运不吉，它就是也，水木不吉嘛，燥乃大性，金来乌木了，所以容易肺出问题，所以它这个是肺癌。肺癌晚期的，而且司天时也是绝运父母，他这是天府之年，天府之年的话，那个运气同化，这个木气更旺了，这个木金交战，所以发病呢为而急。他这体质呢，你看风木风木木运不济，他就是三木一火已经风火相散了，体质是阴虚火旺，阴虚火
我忘了。所以他那个病位断出来了，病性断出来了，我们治疗就很简单了。不要讲癌症是怕，不要怕，就是那诊断正确的话，治疗还是效如复古的。所以我们讲了，把病图画出来了，然后呢，把方图、药图画出来，方命对应，就是follow 虚骨。我有好多治疗癌症的病案，我在那个中医论坛、世界中医论坛做过一个用肿瘤案例谈无孕六期的重要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谈。所以在后面这些都是证明我讲的不是编出来的，不是自我虚有的，是有真实病案的。你现在没时间，这个就我们自己看了。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认命的，这样五运六气啊，跟命理啊有什么同时相同的啊？我们五运六气是用个三个字来认病，另认先天体质。五运六气呢，是古人呢从天气、日落星辰的运气，对气候、物候的观察来知道病后的。他从所以从年运、年支、月令就知道，基本知道一年的气候变化了嘛。他用的是五运六气，用的是综合五行。命理呢，这个认命呢，是古人从日月星辰对人一生命运影响发生的大规律。在命理呢，它一个不同呢，就是我们这过去，一个是从命理呢从日元为主分析的，五运六气呢是年干为主，年干年支加月令来分析的，日元呢是这个是作为重点来分析的，它通过这个食神就正偏印啦，正官杀啦，正偏财啦，食伤啦，比劫啦，他来断命主六亲的关系。这个比较复杂，没时间展开了，可以定命主的性格、职业、学业、婚姻、财官，当然也关乎健康。它不仅是从五运六气的三字断先天体质、断病发展来，这个后天认命。在这个八字啊，它丰富了生科字化、行冲合会的临床运用。所以那个在病者增加了有一个望向修愁思和十二长生这个两个参数啊，所以讲认命啊，比五运六气要复杂，但是要全面。当然命理呢与病理呢实际是统一的，它这个统一根于易经的理数象。这个八字治病带来身体上啊脏腑治病，这个命理嘛只有八个字，我们天干就有十个，但自取四个，地支呢有十二个，也自取四个，它肯定造成一个不平衡。
这个五行的不平衡就造作了我们脏腑人体的不平衡，所以会带来疾病，也会影响家庭事业等等。这些都是天人之际在人身上的同步效应，所以命理学呢也是古人的大数据。八字命理的不病跟人体脏腑的病一样，都在那个气啊，因为元运动的气啊不顺，顺了就好了，一气周流。所以从命上呢也可以来认病。这个还是参数参后命理的，我在如果中医群也讲了，好几个群都讲了。它是是从一个本五行，它这个甲乙木啊，木火土金水跟五运六气的木火土金水是不一样的。这个天干是本五行从三维世界进来的，三维就是三维世界呢，有长方高，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阳木阴木甲木高大的木阴木矮小的木，它有十二长生有跟那玉那个生玉带官旺衰老死病劫推阳，它有必须肯见得着也会死亡的，生貌旺就是会死亡的，看得见的。而这合化的五行呢，就是我们那个五运六气里面的，这个是合化的五行。合化的五行是天上的啊，结家甲己合化土是天上的土，是五颗星，土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所以这个一个不同了。第二个不同呢，就是我们那个命理里面就五行呢比较齐全。命理呢基本上以五行认命的，五运六气呢还是阴阳加五行来认病的。所以命理呢也是一个这个没时间了，大家回去看了。还有就是地支的合化。所以讲古人啊真是聪明，这个几千年前啊，你看我们这个一个啊，这个还是不对啊，怎么回事啊，这个出了子丑合化土，寅亥合化木，这个一换了还是换出了这木星啊，不是水星。这个海木合化火星，我这个怎么会啊，还是眼睛看错了。卯戌合化火，然后中央的地球辰酉合化金，神巳合化水，午未合化日月。你看看它这个排列，从土星、木星、火星加地球，再加金星、水星、太阳，这个跟那个天上的土星、木星、火星、地球、金星、水星、太阳，这个排列顺序，你讲这是不科学吗？这是住在天上的运动星星，合化都是天上的。自这个讲命理也是古人的大智慧，也是科学的。这个
我们讲了五运六气论先天，这个八字啊，这宫位啊，包含着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内容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开了五运六气跟命理班，命理班就是，学进去比较难，大家都在喊苦。但是你学进去的话，跟五运六气相参的话，来判断一个人，判断一个病就更加精准。五运六气，我们讲这个年干月干之力是来论先天的，后面就是来论后天的。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就是后天以这个日元日主命主来论的。他呢跟先天呢跟这个月令啊再来沟通的。这两个一沟通，先后天就沟通了。月令呢决定在一个望向修愁时的木火土金水也是个元运动。就是您木生在军令为望，生在火水生木，就冬月为相，就克令者为同令者为旺，生令令生者为相，令生者为修，望下修出死吧，这个可能也有口误，反正这个月令来决定这个日主的生强生弱，生强生弱，我们等一下，看病上也用到的。然后呢，这个日元呢，跟每个地支啊，还有一个十二长生的关系，太复杂了，这里也展不开。另外呢，这个先后天还有一个是因缘果的原因，所以你先天呢是一个病因。年干月干这里是个阴病阴，先天体质是病阴，然后月干跟日元呢是一个缘，这个缘分，日柱跟时柱呢是个结果，你生病了，生什么病，有什么阴，有什么缘，结什么果。所以这个认命啊，八命理啊是比较复杂的啊，但是呢，认命呢，八字呢来断病呢还是比较简单的，认命比较复杂。你看我们八字也可以有八纲辩证，还来断阴阳、断表里、断寒热、断虚实，超时的啊，不展开了。所以我们那个一个八字呢，一个总体来判健康，就很简单了。就是说八字里面有，你看看八个字里面哪个五行过多，如果三个字就多了，就是三个字相当于这个五行呢本身就有病，它这个过多的字呢也可以影响所生，他生的所他克他泄的五行也有病。第二个呢，看那个缺失，就得数一下那五行，缺木的、缺火、缺土，缺的也有容易病。然后呢，也命中的看寅冲克合的五行，这个寅冲克合呢，产生能量的动荡，所以这个八字就是能量的运动。容易产生疾病。然后一个病神啊，就是七杀呢，七杀性疾病，偏异呢，情绪性疾病，还有伤官呢，伤害性外伤性疾病。所以比较简单，这个也不要怕，它有命理啊，也是有小元件的。这个分析呢，先天的也分析了八字净盘多少，什么就是隐藏这里面那个你的八字里面的疾病，
可能产生了一些病，怎么发生呢？发作呢？好转或者治愈呢？这要从大运流年，大运流年去看了。生病的呢，如果还要从生强生弱去判断你的用神，等下会举例的。用神受制的话，用神不能受制的，变弱就容易生病。如果你忌神的话，比附生腐罗还生病的。然后碰到心冲苛刻呢，也会生病的。病呢治愈的向好转变呢，就是你的用神逢生啊变旺了，就病就好了。这个忌神必治的，就是也变弱了，病就很好了。你看这个就命理盘就出来了，我们就说说命理盘出来，你去看看。也很简单了，你去数一下嘛。你看这个三个水，这里你有四个土水寒色体征嘛，一看就看出来。它缺的呢，缺的是它没有金找不到，木找不到。那你就土是脾胃结病，水妇科肾脏结病，缺金可能皮肤结病，缺木脾气不好，情绪性结病。然后呢从什么时候发作呢，又从看大运流年的。大运呢我们在喜用神，喜用神我们看这个生强生弱呢，就是这个是日主命主。命主我们月令来断的，就火水克火的，它癸水的命主生在火月，它是不得令的，不听月令的，它是为克令者为求吧，所以它是生弱的。甚至这个土是来克水的，边上都来克这个命主的生弱。它的喜用神呢就是金跟水，水就是增加肾气能量，金是应为了生的。他的忌神呢土太多了，肯定是不好了。木呢缺，但是木呢来消耗水的，水生木它本身就弱了，所以木呢也不是很喜欢。但是你看它大运的是一卯大运，两个都是木，木能为基神，所以它这大运会加重疾病或者产生疾病。这个辛丑啊，辛是金，金同样是我们讲喜欢的，但是呢它那个它大运啊是一心相冲的，我们讲相冲的话不好的，所以虽然形容它被冲走了冲，所以它这里这个辛丑年是2021年来看病的，它是痛经加重啊，它有子宫内膜综合症啊，还有胃疼啊。这样诊断就也很简单了，就寒湿重嘛，脾肾是寒嘛，这个用药就用上去了，附桂离中丸加上黄芪全胶，它是增加肺经的能量，它经是一个通关的，因为土克水嘛，土生金，金生水，这个气流通了，所以就不病也就好了，就是原运动嘛，剧烈运动。我们只有命理呢还可以有的建议的，要吃那个辛辣的，因为去寒湿嘛，也住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有助于诊断和治疗。
好，我们再来看看象。五运六气啊，命理跟后面的占卜都是静止的。我们人是动的，所以这个象数啊，是我们的动态来观测的。它也是武术中的人一个，它属于从人的面上或者身上的特征，它的行会举止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跟健康，从而推断一个人的命运和健康情况。古人认为呢，人命争于天，它表合于体，所以说，凡人一切外在的表征，都含有不同命运的深层蕴意，只要把握规律，也可以看出其中的命运的消息。相由心生，命随心转，一个人的个性、心事与为人的善恶，可由他的面相看出来。以貌取人，看似比较片面的，其实是有根据的。你的一张脸，五官七孔，深层如何，都透露了你的性格，性格决定着你的命运，当然也包括健康。相学它这个最大的优点是，相学不用问的，一看便知，直截了当。从病人一进诊室，我们可以知道了其人为何来，其来为何事。所以我们内经讲了，望而知之谓之神。看病必察色，察色必观面，面相是健康。内经呀，有很多篇幅论及面相的啊，比舌相内经里面很少，面相很多很多。所以内经呢，它叫望而知之谓之神，很多还是从相面过来的。面相呢，方法有很多，但主要呢是一个五官、三庭、十二宫位。五官啊，《灵枢·五岳五事》就讲了，皇帝问曰：“何问五官？”子白曰：“鼻者肺之官，目者肝之官，口唇者皮之官。”他的舌者心之官，耳者肾之官。在相面里面呢，它是没有舌的，它用明卯，明卯属火心之官。所以明卯呢也关系到健康，关系到寿命，有一个所以它叫保寿宫，寿明嘛。迷茫呢又行松地宫，迷茫呢不能太短，以长为好。眼睛呢是心灵的窗口，关系到一个人的意志力、心地的善恶。眼睛呢主要看眼神。鼻子呢关系到一个人的财富与健康。鼻子呢以短则从之，鼻梁睾存为宁。这个鼻头啊，以元气、龙气元，引入玄坛，是富贵的象征。它善于经理财。耳朵呢，透视一个人的幸福。耳朵呢，与肾相连，耳朵也是一个肾的形状。肾为呢，与先天之本，它上开窍于耳。耳朵代表一个人的一生幸福、财运、智力跟性能力，它代表着一个人的先天之气。嘴巴、口唇表达一个人的情感跟爱欲。
嘴巴比鼻子宽呢，就是大嘴巴，比鼻子跟鼻子两边呢差不多小的话，就小嘴巴。男人呢嘴巴宁大，女人呢嘴巴宁小。因为鼻子呢代表着男人的性器官，嘴巴呢代表女人的性器官。古人的美女呢要找的樱桃小口，古代的美女是鸭蛋脸、樱桃小口、柳叶眉。然后呢有个三庭，上庭、中庭、下庭，它也是你来看那个命运的，也来看健康情况的。上庭少年运、上交的情况，中庭是中年运、中交的情况，下庭是晚年运、下交的情况。上下交三庭呢，以云和平等为好。马易神相里面讲三庭平等啊，富贵荣现。所以啊，平等呢就是我们有个国字脸，如果上庭高下庭尖的话，变成个家字脸，这个容易造，这个人很聪明啊，但是容易造成抑郁症。如果中庭比较宽的话，上下庭比较窄，或叫生字脸，这个人呼吸系统疾病，这个中年运比较好，早年晚年运不好。这个如果上中庭下庭比较宽的话，上庭比较窄的话，油字脸，这个晚年运比较好。这个下庭宽的啊，就喜欢吃吃喝喝了，所以消化系统、糖尿病、高血压，这是要注意的。然后呢，有下面的十二步。十二步的话有命宫，有疾病宫，有财运宫。迷卯是看兄弟的，这个名下呢，这个呢看田者的，就是你有多少房子、多少土地。子女宫呢，孩子的。夫妻宫呢，夫妻关系的。等下我举例来讲好了，这个一带而过，如举例比较好。这个土啊，是面部脏腑相关土，是内经里面出来的。这个灵枢五十遍就写着：庭者手面也，缺上者咽喉也，缺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浊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夹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黄以上小肠也，面黄以下者膀胱子处也。这个就是定位了。然后呢有来定色的。色呢灵枢了五月五四座。皇帝问曰，五气者五脏子嗣也，五十子夫也。他是讲的啊，皇帝问齐白曰，云我赐有五官五岳，一官五气，就七色。然后呢，《素问》的次列篇
他也写了肝热病者左颊先吃，心热病者眼先吃，脾热病者鼻先吃，肺热病者右脚先吃，啊，心热病者这个眼先吃，肾热病者胰先吃。所以通过脏腑的定位跟气色部位，可以判断一个人的疾病。这个气色呢，我们中国人呢以黄中隐隐，以红润为正式，要看个气色太过，气色不及，这个然后呢，一色独现，独红、独黄、独青，都是不好的。我们一个心部为例吧，我心部淡白色的，我整个面部白色，就心血不足，心慌心悸，夜梦多。如果这里红色的话，心火旺盛，易弄烦躁，失眠。暗暗的黄色的话，寒湿涌盛，胸闷气短，冠状动脉呢供血不足，人比较胖呢。如果青紫色的话，心脏有淤血，冠状动脉，比阻塞。我们还是用案例来总结一下吧。这是侯耀文，大家都认识了，相声演员。你看他额头啊是比较饱满的，代表这个聪明的。这个眼神是很有力的，做事呢有担当。耳朵呢，还是适中的，也不是很大，偏中的，但他耳朵呢比较厚，有肉，他有肉的，并是很瘦的，所以有贵人的帮助。这个脸上呢，耳朵五官呢，只要有肉，就是通常是，心地呢比较，宽厚的，有容忍之心。但他的耳朵呢不是很贴耳。然后呢，他的鼻子呢是比较，好的啊，他的丰圆有肉，也比较大，平挺直的。嘴巴呢也是比较大的，男人的嘴巴，口齿伶俐了，会讲话了，相声演员嘛。再来，我们来看看，下的纹路啊，黑头纹，黑头纹，它就是两个纹路，黑头纹以三个纹路为好，有天地人，如果天地人勾一个三个纹路，再加一个中间一个就是黄字，这个人做头头的，老虎的王字嘛，你们去看看那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他这个就是个黄字，他的纹，所以他39岁啊就当总统啊，而且连任两届。所以他这是也是，我看过他的命中注定的，然后呢，要看那个命堂这个纹路，这个还有个八字纹，这个八字纹可以了，压力比较重，这个八字的一个印堂里面一个玄真纹，就一个纹中间啊挂着。不好的，你们去看看，薄熙来，还有，现那个陈茂元啊，刚抓起来的中国的足球协会主席啊，他这是玄真纹，他有纹路啊，是压力大，能够成功的，但是到最后啊，就不好的，乌克兰的总统啊，是也选择，所以他那个最后啊，
能够成功，但最后后路不是很好的。啊，这个 是法令纹，法列令命令，法列纹生产的人，有威严的，啊，这里呢是捧场纹，捧场就是，我们去捧场嘛，你们是给我捧场，是捧场，他是相声演员，有人捧场，他文物也不错的。他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一个他名貌短，但这个名貌是画起来的，真正的没画这个，是名貌很短的。他是兄弟宫，所以兄弟，缘薄，不是很亲密的。然后呢，下巴呢比较尖，是所以讲晚年运呢。不是很好的。最不好的地方啦，它是这个劫厄宫，也叫命宫，它这个有一个横纹很深很深的，它是所以讲对命宫对寿命有影响，健康影响。现在这个这里有个横纹，也发现是冠心病的行者，所以他就是一个冠心病爆发式的嘛，对的，说明寿命不是很强了，从面相的看出来了。啊，这从这个面相啊，我们也看出他这个人的品质和运气了。他这一个是叫什么？是一个简单讲，这个渣男，这个盛世的有盛世的有内心的侍郎，怎么看呢？在河图报面，在这个美人间啊，是男性啊，有很多异性缘的。他的名模呢，形状比较散乱。男性呢，如果这个名模这个散乱生长没有长发了，好色的指数比较高的。另外，他这个下眼睛啊，是代表儿女宫嘛，下眼睛，他状如卧蚕。精力旺盛了，好色指数也比较高的。然后这里我们看这个鱼尾纹啊，鱼尾纹呢是夫妻宫，它这个鱼尾纹是上翘的，它是求爱积极性很主动的。另外呢，它这个法令纹呢过深过重，也是好色之相。前面讲了他的鼻子啊，挺拔，他性欲望，所以你们可以看看他的，查查谷歌他的命相吧，一看他的就是个渣男，所以可以看出健康，看出命运。好，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个占卜了。占卜是来断事的，占卜有好几种啊，有上去。占卜是的，断一断四的，主要是有摇卦、易经，还有六壬、太乙、奇门。因为奇门呢，是一个太乙、奇门、六壬了，是
中华文化的三大秘宝之中，这个第一大秘术，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经典巨作，它是易经中最高层次的预测学，它号称为帝皇之学，是中国方术中实战的占卜里面的集大成者。这个奇门遁甲啊，融汇了周易、天文、地理、历法、气象、阴阳、五行学说于一体。它是以易经八卦为基础，结合了星象历法、天文地理、八门九星、阴阳五行、三奇六艺等要素，是一个内容丰富、层层制约的综合性的信息库，是我们古代预测学的集大成者。另外我这里推荐了这个奇门遁甲呢，因为呢我们从五运六气命理再到奇门遁甲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过来，容易学了。我做了占易经的话，更加麻烦，要六十卦全背下。这个奇门遁甲啊，你看，这个八宫稍微看一下，只有不是很复杂的。我们天干地支这个参数啦，我们从五运六气下来，命理下来，已经搞通了。这里面它的旺相休愁死啦，十二长生啊，在命理里面呢也搞通了。所以从五运六气，然后来学命理，然后呢再学奇门遁甲呢，就一步一个脚印吧，快走下来，走得顺利一点，否则的话，是有点难度的。奇门遁甲参数啊是比较多，但是它这个前面啊，这个空间参数啊、时间参数啊，已经占了三分之二了。这个下面这个参数啦，其实啦，比较简单的，不是很复杂的，看着比较多。我们就来看看吧。其实啦，学五运六气，命理八字或者这个奇门遁甲，把这个参数搞懂了，这个排版啊现在都有小元件了。我们主要就像我跟经常跟学员讲，我们去读就跟读 X 光片，用电脑开汽车一样，你会开汽车会用电脑就够了，会读片也就够了，不要去搞里面的深层的东西，否则你学了一两年也学不出来。所以这个前面空间参数、时间参数不就讲了，因为五运六气啦，这个命理啦都涉及到了，就是外部这个参数、人际参数跟外力的参数，我们也实际上我们读懂这个字啊，也大概知道里面什么意思的。比如这个八门啊，八门就是一个人际关系，这个一看到这个第一个开门，我们知道什么意象了，开门就人就开朗开心，打开病人就开刀，
朱子开门参说休，你看这个休息休闲懒散的样子，生门生长的有生气的进步的，这个伤门受伤的伤心的伤害的伤人的，这个堵门堵住了堵塞了关住了打不开了，这个井门这个欣欣向荣，这个井呢就欣欣向荣是繁荣的景色秀丽的，这个景是热闹的场所就有希望的，这个死门就死嘛死气沉沉的绝望了没有生气了死了坏死的组织，这个进门啊大惊小怪相这个受尽了响声让人受尽了，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一看就清楚，不是很复杂的。然后这个九星呢，天蓬，天蓬是这个蓬头污面的这个蓬啊，就是不好的人，是个大坏蛋，胆大妄为的乱来的人，强盗。天任呢就是任重道远，有任务，任劳任怨，老实忠厚。然后这个天冲啊，冲就是冲撞，入门，飞机、火箭是这个天冲，天辅辅助，帮助，天鹰，鹰就是英雄，英雄。但是也表达那个冲动了、啊、也是天瑞是个病星，天瑞病星学员也是生病了，是不好一个有问题的，天柱是一个柱子电线杆可以中流砥柱，比这个在单位一个柱子，天星有心计的，有智慧的，心思周密的，管理能力的。这个天琴这个琴啊，并不是讲现在的飞禽走秀的琴，是庄子里面那个鲲鹏这个大鸟啊，所以讲这个天琴是珍贵的，是元帅，这个天琴是个高贵的，所以这个阐述了也不是很复杂，这个外力啊，这个八神是根据神智方面的，九星是性格方面的，门呢是情绪方面的，这个八神啊，知府，他是个知府是带头的，值班的带头值班的，名贵的高大的，人蛇是一个蛇了，蛇是暴浪性的，弯曲的，纠缠的，女性的可能身材苗条的，也可能变来变去的，太阴呢，阴暗的。隐落性的呼应的六合呢，合呢就结合了合婚啊合作了就是如果我们判结病呢有多重型结病呢，白虎呢就是老虎比较凶狠啊好斗也表示威严了，严府呢这个玄之又玄的东西鬼神了，弄虚作假了是不是很好的一颗神啊，九地地下之物地埃的东西地井地下的炕地道
九天呢是天上飞的东西，航天航空过去的东西，高塔了，所以这几个参数我们一懂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参数懂了，我们然后可以做了分析了。所以讲我们为什么从命理以后呢才来学这个奇门遁甲呢？因为这个奇门遁甲实际上也有年柱、月柱、日柱、时柱啊。奇门遁甲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来断终身局的，但奇门遁甲呢以来断事呢，以您当时的时间，就断事的时间以为多为准。因为这个案例啊，我自怕不是学员或者不是病人或者就是自己造出来的，以前已经 有人反馈将我的案例是造出来的。所以我这个案例呢是奇门局，是两年前一个学员来问他的病人只有17、18年生的，他是不孕不育症，来问我看看根据五运六气命理看看怎么治疗。我看了后面有命理有五运六气，再顺便呢看下了个奇门遁甲。所以这是两年前多的事情啊，这是有真实案例，不是造假的。我们来看终身局啊，这个参数啊就摆好了，这个参数但是还是要花点时间去学的啊。这个也是有小软件可摆出来的。我们然后呢它也是一个圆运动了，包括九宫。这不要我们这个学好了这个啊对我们中医针灸很用处的啊。八卦九宫现在那个什么奇针啦，八卦九宫图啦，时空针灸啦，这个都这个懂啦，就再去学的话很简单了啊。真的中医我们有句术语嘛，秀才学医，隆中助基。所以我们的中医的以前啊都是不是良相变成良医过来的。所以我前面最早还是讲了中华中医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如果你把中华文化基础搞懂了来学中医，可以想效如复古，可以很简单的事情啊。我们从这个一个我们看看奇门局，它终身局，日干它这个本人，它反映了它一生的情况。那我们就是这个宫位，就这个宫位来分析一下。它这个戊土啊，戊土就代表着大入，它八字里面有好多土啊，这个人是我可以断他肯定是胖的，这个反馈他就是胖。他因为我这个看到那个八字是胖了，所以而且他是78年，是20年来看病，年纪大了，我就来看一下那个奇门遁甲，就劝这个学员要不要去治疗。因为我们都是海外中医，我们海外中医不孕不育症是我们的强项啊，
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哪些人我们可以心中有把握，哪些人希望不是很大，希望不大，我们不能保证啊。这个所以还是要心中有数。就有这个原因呢，我看他来看了一下他的奇门遁甲。因为胖的人啊，他这个卵球啊，这个排卵功能啊，比瘦的人衰老要很快。在五运六气里面专门有一个妇科病，专门有那个谈了不孕不育的，我有100多个小孩子寄来的，法国叫费霸，就是孩子一个月100天拍的照片来感谢你啊。对那个气管婴儿做了4、5次、5、6次不行的，中药都调过来，但是要注意，要不要太胖，这女性不要太胖。所以在我的经验之中，女性胖的也不能，就是36岁、38岁。我年纪大了，有42岁、44岁，瘦的我就敢答应他们。这是题外话。好，我们这个戊就是他的日干，戊是大陆块。他这里来看他的生命的总体情况，一生的情况。他这个是正宫，戊在正宫啊。这一个五六级打击，他是一生的打击，不小的，所以这个五呢，日干呢，天蓬我们讲了也是不好的，是个大坏蛋，大凶之星。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来判断病呢，就容易生病的吧。他那个灵呢，这个玄武，我们讲这个虚假的，好色的，病呢也看不清楚的，诊断不明的。修门的修习呢，也表示病人的人呢懒散的，萎靡不振的，疾病呢可能在停止的状态。再来一个呢，五甲兵，这个是时干刻印，这个有表可查的。五甲兵呢，这是青龙甲木生旺的冰火，为大吉大利的，但是呢他逢了这个鸡形的话，他这个大吉变成凶了，他这个五六吉，所以他这个一生呢也是不平衡的。然后我们看看那个疾病，疾病呢我们来找这个天瑞星的落宫，然后呢不孕嘛，这个卵子的情况用癸水来参数是癸水，这个落宫啊，乾宫天律并行啊，落在金宫啊，乾对宫就是不好的。他有句
术语啊，天律星如果在木宫的话，就是可以治愈的。在那个金宫的话，就很难治疗的。神仙难治，就是那个天禄星金禄宫，说明呢，他的病星这个天瑞啊，如果在不孕呢，可以比如子宫的情况，这个呢，这个卵巢的情况，卵子的情况，两个呢，可惜呢，在同宫，在正宫，所以这个宫呢，就不是很好了。这临死门啊，这个死门也是不洁的，卵子呢，说卵子呢状态不好，子宫呢也状态不好。这个临子府啊，代表着病情呢比较明朗的，比较清楚的，所以它这两面的卵子的子宫啊都有问题的。它是还有一个是天干啊，一加人为日其入地，有人谋害之事，所以增悲，不乱，也是个不好的信息。这个癸呢加刃呢是福建腾蛇，主呢后嫁呢无子，也是不接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出来啊，他这个子宫跟卵巢很有问题的，是不孕不育中的原因。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来治疗啊。我们治疗中医是以其西是天心，他就这两个如果来克病宫，就可以治疗有救的。以其呢，它是同宫的，而且以其呢，这里是入木，一入木啊，这个要还是要逢空，要这个要注意的，逢空入卯，六吉，这个马星，这个是复杂一点。不过我们那个在欧洲新智派老师在教奇门遁甲，有不少人在学了吧，我们可以看懂。入木呢有力呢试不出来，这个天星呢西医呢它是这个是土生金的，它不来克的，所以用有力也用不上。这个呢我就后来反馈一个学员了，我想这个不孕症啊不是很容易，从奇门遁甲来看了，我们从命理也可以看到，这是他的命理嘛。命理有面有四个土，两个金，这个土是比肩，比肩多的话兄弟朋友比较多，人是强势的，独立的，比肩多比较独立的，两个金，一个火一个水，缺的木克土，那缺的是正官，这有个藏在这里，所以他是婚姻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找不孕不育呢？因为可能这个老公或者男朋友比较迟吧，
啊，这程旭聪的，程旭聪啊，聪婚姻宫啊，这是她老公，嗯，也是动荡的，婚姻也是动荡的。这个日主是戊，是比较肥胖的。这个是他是食神格，食神格是，好吃，好喝，好消费、赏富的人。他工作呢，食神在服务行业，用了他的聪明才智，后来反归呢是个护士，好像。还有一个的食神呢，可以生财，所以经济方面呢是没问题的。他问题呢就是一个，官啊，丈夫的问题。他那个子女呢，食神代表子女。按道理呢，年纪轻的时候，我们讲那个一至18岁，这个19到36岁，年纪轻的时候呢，还是会有的，但是他错过了这个时期，可能丈夫遇到比较迟吧。那这里就没有食神了。这里我们来看土，食比较多。这个人体质从命理来看是土色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人的五运六气啊。五运六气，这个五，这个太字是火旺，五魁合化火嘛。那岁支也是火啊，他这个四天志气又是火，他是太乙天府之年啊，他的运气同化太乙天府六十年里面，六十甲子里面只有四个年份，他是个火比较旺的，他有主气克气湿，所以他还是一个湿热，病气还是湿热的，湿热就是一个胖，一个脾气不好，脾气火多嘛，就脾气不是很好。所以这样我们在具体可以用的，所以讲我们这个是认病的，这个是来认命的，认命当中也可以认病，认病当中可以来认命，然后这个是来认事的，当然认事里面也可以来看病，也可以来看命，都有误参的，实际上就是天地人嘛。就像我们这个气功调神调气，调形，针灸也调神调气调形，中药也调神调气调形，但两个侧重度不一样，所以我前面就讲了，就是三个东西就跟西医的 CT 核磁共振 X 光一样，从 不同的侧面来看，更加精准的看一个人，更加精准的指导我们用药用针。好，我们在前面呢一大段呢，就是我们来断病、来断命、来断事，但断出了以后，要去怎么去改命呢？怎么去健康呢？有助于健康呢？可怎么去解决一段事呢？所以我反复讲啊，在学员那个举起命理啊，有好多人问这个科这个冲老婆克妻子啊，老婆克老公，老公克老婆，这个科这个冲，危险不危险啊？
我讲我们来认命是去改命的，不是去吓唬人家的，我们是从善的，所以这是也是古代的智慧。怎么去改命？怎么去给健康？病是自己生找来的啊，从信念来的。所以我们叫要修炼，修炼是在山上，所以他这个武术最重要还是这个山。山有的人也解释为仙，修仙。他主要呢是修仙，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最前面的过去，这个老庄不是一个哲学啊。老庄也是修炼的，它是气功修炼方面的。然后这个养生食疗，这个气功足迹是来防病的。所以这个山就是来这么防病，再来给命的。我们，这个大家可能都熟悉了。我最早是真的一步一步走进来的，就精气神，这个怎么这个不是很具体的，大概的，然后就五阴六气，然后再命理，然后再相术、奇门遁甲，一个比一个更加具体。相由心生。我们来指命来改命的，怎么去改命呢？我们算命啊，我们不能100%有把握的，但是大部分还是有把握的。没把握的呢，有两种情况算不准呢，最主要两种情况，一个呢是时辰有问题，因为时辰不一定都记得牢，上了年纪的人。第二个呢，他已经改命了。怎么改命？我们讲了算命啊，不算大善人。所以有的人把命给了，等下还讲，你们去看看一个了凡四训啊，就是一个知命改命的书。他是从哪里去改啊？这个万事万物，善而成天，善而成人，天地人，精气神都是善。这个也是小的，在人身上的天地人。这个是形，这个也讲了不远，气，这样是神。这个是也讲一个因缘果，所有因都是从心念里来的，然后在这个气的层次有一个缘，缘故的缘，然后再产生了一个果。疾病也是从无形到有形的，一步一步走来的。疾病也是从心念开始的。所以讲，我们对中国啊，还是要有国家对中医啊，还是要有信心的。为什么呢？西方中国文化中医啊，强的是气跟神的层次。西方呢，在一个牛顿力学形的层次，分析的层次。
所以我们国家为什么在那个信息的层次，现在信息科学在国内这么发达这么快，这个 5G 我已经超过美国了，我们的航天已经超过美国了，这个都是在信息方面，这是我们的这个思维啊，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思维，东方的思维是神跟气质方面。我们不讲谁聪明，西方人聪明，东方人聪明，这个思维不一样。所以这个以前他们的分析打打斗斗入体的，前面还有个忘记讲了，是很有趣的这个相面上啊，相面上这个五官三庭十二宫里面还有一个五行啊，木行的、火行的、土行的、金行的面相、水行的面相。为什么我提起来呢？又是讲到这里。木型的，就是你看看拜登的脸啊，身瘦长的，是个真是个木型的脸相。中国呢，以土型的皇帝啊，你看看习近平啊，是个土型的，毛主席也是个土型的。这在是个标准的皇帝的一个面相啊，土纳把圈，但是木克土，所以现在美国打压的中国很厉害了。不说政治了啊，这是我讲古人比现代人要聪明啊，真的智慧，我们现在呢还把古人把这个中国文化当成迷信，太可惜了，但是慢慢会回到古人的上面去。敬其神指心灵的主人，神他身体的控制系统，气神御气，气御行，这疾病是从气行过来的。然后怎么去修呢？这个修身呢，还也是老祖宗了，这孔子说的啦，怎么去修身？修身就是修心啊，修心修神啊，因为神是最要的。那怎么去修心呢？这一个是不说了，反正知道了，都是这个心念里出来的，所有疾病都是从心念出来的。这个怎么去修身呢？就是一个论语说的五日三生五生，三省五身。论语说五日三省五身，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与人谋而不忠乎？权不切乎？这个了凡四训里面他写着，他叫勿要日日自非，日日改过，一日不自非，皆一日安于自主，一日无过可改，皆一日无不可进。西方啊，西方那个宗教也是好的，在西方这个就是五日三省吾身，就是他们是
惭愧了。所以这个五日三省吾省惭愧或者反省反省是改变命运最快最简单的方法。聪明正直的人从消除不好的信念开始，这也叫信念管理学。这个了凡四训啊，如果大家自命理的，或者去劝病人、去劝人算命的人，要去好好读读。那了凡四训就是一个改命的最好见证，它是一个立命之学，它就他的一生，刚开始他逼一个这个孔先生算命，算的准的一塌糊涂，他可以考当时考秀才了、状元了，第几名当什么官，拿什么工资，一清二楚。他吓坏了，他那个人认命了，他最后辞官，他但是他算出来了没有孩子，寿命呢就是53岁好像。结果他才认命到家里，反正不做什么事情，后来在一个寺庙里面看到去拜一个佛教的吧，最后就讲了那个这个佛教讲的是认命改命的道理，他就是改了命，就是他死了个70多岁吧，这里有两个儿子，他这本书就是为了儿子写的。他讲就这个他那个案例啦，就是了凡四训啊，是那个最大的善书啊。命是靠自己造的，不是命数说束缚的。我们知命就是为了改命，改过的办法呢就是忏悔，他的办法呢好像就是一个每个念头啊，从念头开始啊，好的念头放过红豆，黑的不好的念头放过黑豆，慢慢呢红豆越来越多，黑豆越来越少，他这样就是命也好了，病也好了，寿命也好了。第二个呢，贪淡虚无，正气从之。这个贪淡虚无啊，并不是讲内经里面都有的，庄子也就说了，夫虚静贪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这个享受贪淡虚无，心底的尘埃才能得以净化，灵魂的污浊才能得以洗涤，良好的心态才能得以造就。所以内经来讲，我们只有贪淡虚无，我们这个正气，人体的真气或正气啊，才流通，流通了，就没有疾病了。不通则痛，通则不痛，所以就没有疾病了。第三个呢，就是要，所以我们疾病啊，主要是贪淡虚无了，主要是负面思想太多了，负面思想，就不好的思想多的话，就生病啊。所以有大脑了，那个日本的奥图就是从一个还有一个叫稻盛和夫也写了，人生会随着自己内心的想法发生改变，如果总是抱怨，想法消极，或总是心情不愉快，人生将会变得更加灰暗。
所以讲，如果以积极的开朗的心态去努力，人生就会好转的。怎样淡淡学佛？这主要是我们就是，不要怕，就是怕什么什么就来，也不要烦恼。像越就是当怕的念头的时候呢，就告诉自己呢，也不要担心，要有淡淡学佛的精神。就烦恼的害怕了，这是这个冤了。造成疾病的、根源，然后呢、精神内守，用心领受，这个我们生活在世界中中啊，感受着那个人情世故啊，怎么去感受这个人情世故呢？因为人情世故有很多诱惑，有好多什么都负面的，不是很好的，被人骂，被人欺负，被人欺骗。您可以真的做到淡淡虚无吗？所以这样呢，我们要就感受这个受字，感同身受，这个数字啊，我这是，从台湾的一个，李博士里面那个讲座里，他讲的很好的啊，我在这里，声明一点啊，我讲的东西都不是我的，都是从各方面学来的。所以我这个观点是《论语》里面的《内经》的，用心忍受呢，我感觉他那个他这个“四”的数字啊，反映了我们人对人情世故的个一种反应吧。他讲一般有四种受，一是个不受。他是不接受呢人情世故，如孙悟空啊，孙悟空就从石头里奔出来的，他不懂得人情世故，他就不接受人情世故，不接受人情世故呢就叛逆，所以他大闹天宫，但是呢他的头上的金箍棒啊，越不受越紧啊，所以活的呢他也很痛苦。如果不接受这个人情世故啊，他不受就会去回归违法啊，罪归最后呢被法规处置，这个呢就是命运坎坷了，身体也一样的。第二个不受呢是忍受，它是忍受人间的人情世故的酸甜苦辣。如果忍受了痛苦啊，就会导致逃避。忍受工作，我们就会逃避工作；忍受人生啊，我们就会厌世。这个就是忍受啊，就是造成一个痛苦的人生。第三个受呢是接受，
他接受了所有好的坏的人情世故，这个已经比较聪明了，接受天命，原谅天命，就是听天由命了、啊、一臂但是比不受跟忍受已经好多了。第四个受呢是享受，享受呢它这个境界当然更高了，是因为它不仅接收不好的事情，反而感恩不好的人或事。我们知道了，天将大任与此人也，必显苦己心志，劳己筋骨。这辈子会成就你的人，都是会伤害你的人；让您出类拔萃的人，都是您的小人。注意的感恩啊，这也是那个西方那个圣经里面的主要的嘛，就是感恩，不然什么事情都要感恩。您跌倒了要感恩，吃亏了要感恩，吃饭也要感恩，就是感恩。这里还有一个唐代的高僧啊，寒山，就是现在苏州寒山寺因此而得名的，叫寒山，与一个拾得的对话。寒山问拾得曰：世间有人帮我、欺我、辱我、笑我、亲我、贱我、讹我、骗我，该如何取之乎？拾得曰：只需忍他、让他、由他、避他、内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您再看他。这就是一个受，不同的受，就享受好的、坏的，就这个三个方法去修炼了，一切命都会改的。所以我们的中国人呢、啊，智慧呢、啊、是很高的。好，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呢，跟大家呢就分享了这个古人的武术。这个武术呢，也是讲了从各个层面他们的同点不同点，怎么来用我们在中医人体的怎么去用啊，给命啊，治命给命，更有助于健康，更有助于长寿。我所以越学越感觉古人的智慧啊，知识博大精深，古人的中国文化也是博大精深啊，学进去啊，不是封建迷信啊，我也感叹啊，现在中医、中国文化、中国就最近几百年的没落，也就是因为抛弃了中华文化。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教授，太精彩了。主教授辛苦了，整整讲了两个小时没有休息。现在有看那个有个老师提问，想问问那个主教授那个书的名字是叫什么名字？了凡四顺，了是了解的了，凡是平凡的凡，四一二三四的四，训是教训的训，怎么写？对对对对，好的，谢谢。对对对，还有一个网，问一个网站是叫什么名字？五运六气的网站。
软件，网站就是 internet， 就是网站。软件还是网站？网站，网站，网页的网。啊，嗯，五运六气的网站，我有个五运六气的群，可惜，对，那个世界五运六气，他们有个网站，嗯。可以加入那个朱教授那个群，那里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嗯，对对对，嗯，五运六气图是怎么生成的？这个有个小软件，小软件下载一个小软件。我什么？我拿个我看给他们看啊。怎么这看到吗？看得清楚吗？这是个哎，怎么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可以发到群里，朱教授。哎，对的，可以有群，可以发到群里。这个小软件。发到今天那个就是这个五运六七的小软件。刘国荣学会的学术群里边，就是今天发那个就是讲课的那个通知的。好的好的，那个群那个群可以。对对对，我你在那个群里拉进去。我在里边的，对，我那是个老微信号，没法用，要李老师帮我，李医生帮我加进去，用那个新的微信号加进去。对，有问题可以在那个那个群里问。对的，行的。下面还有主气客气。第四、第五的顺序是不同，怎样理解？这什么意思啊？它顺序不同，怎么理解？它没有顺序不同。客气，第四、第五的顺序不同。它是一二三四五，这没有什么顺序的，就是写着嘛。一个是年运，第二个是四天，这个就是为了。排序用的，没有什么含义的。好，谢谢。主气就是主人啊，是主两个月，客气就客人了。还有就是有老师提问，就是问那个朱教授推荐的那个就是奇门遁甲的小软件。对对对，这个也在群里吧，群里吧。这个发到群里吧，这一句话可以说清楚。对，还有下面有老师提问，就是少阳识土的顺序。啊，少阳识土，太阴识土是主客气的顺序啊。啊，这个有人争论的，按正常是相火识土，就有一个。我看到国内的叫什么阳啊，他把倒过来了。内经是先少阳相火，然后太阴摄土主气里面。我们还是尊重内经的吧。今天那个朱教授的讲座可以听那个录像，可能要反复的听。对对对，那个也要多听。你在那个什么李安听了以后，如果不再继续学的话，就会忘掉的。对，这个但是五运六气比较简单，你说这个是要继续的话，就是你有时候啊，这个有个小软件，有这个疑难杂症的时候，你一个病人啊，看了三四次或者四五，我们法国是。很那个的，你开始的也没每个不要每个人去用，但是看了三四次还不好的话，要看一下，这样会这个一定要多练习和多看，真的，真的入门了会很有意思的。对，本来在李安上那个学习班学了以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好完了，没有。对对对对对。
没有继续努力，所以又生疏了。谢谢周老师。那熟能生巧。那个有老师想加入你的群，但是他不在我们德国中医学会群里面，怎么加入？你可以说一下你的怎么加入你的群吗？我要现在，我要不另外建群，我再思考吧。你加我的微信吧，加我微信再说吧。因为，我这个旧微信号，没法用了。我那个五星六七欧洲群，我的群主还是旧微信号，现在那个新微信号进去啊，还是不能。什么允许加入的，让他先加我微信吧。我李老师把我的新微信加到我组群去。对，他说下面有一个就是一个横纹啊，对，是心脏病的，预示心脏病，最好呢很深的话，这个深，然后呢，耳朵上也有个三个，如果一起的话，冠心啊，基本可以肯定的。好的，谢谢，还有老师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朱教授，你有写的书吧？有那个五运六气的书吧？我有讲稿，还没出书。哪本书最好？这是什么？下次我把书拿过来啊，我这名字下次。五运六气的书是就是李阳报的，我这套东西，是李阳报老师的五运六气。五粮，伤寒，李阳报老师，看到。那可能鼻梁根部它是结节宫，但是还是心脏。刚开始吧，并不一定，造成疾病吧，还是要注意，好，谢谢那个朱教授，朱教授，你可以现在念一下你的那个，给大家念一下那个你的那个微信号吗？让大家记一下，有很多人想加入你的那个微信，加你的群号微信号。记一下或者写到这里一个这个对话这里一下也可以聊天这里也可以我的微信号还是没加，我已经加到德国中医学会学术群了，你到他们去，那个李老师已经邀请去了，他们先进加入你们那个加入我们德国中医学会学术群 对这样啊，这样啊也为你们当然很多了，大力展示一下书，已经展示的吗？还要展示啊？就李阳波的，刚才太快了，太快了。李阳红，李阳波，李阳波，李阳波，搜一下李阳波，李阳波，对，到那网站里面搜一下，到那个，对他那个。行，时间已经不早了，那就今天，朱教授真的太辛苦了，明天还要上班，星期一上课。对，那我们就再次，
向卓教授表示最最衷心的感谢，希望下次再听到那个卓教授的讲座。谢谢，拉得太长了，是的，那下次还得参加那个课程。好，那就这样。好，那今天就结束了。谢谢。好，晚安。谢谢。谢谢卓教授，谢谢大家。好，谢谢，拜拜。再见。谢谢朱老师，谢谢大家，谢谢王老师，谢谢李医生，朱老师，谢谢朱老师，谢谢法国的王老师，今天参加的人很多的，对，今天人相当多，好的，不客气，回头我把视频发在 YouTube 上啊，王老师辛苦了啊，录像继续，好，再见，拜拜。好，拜拜。谢谢，拜拜。拜拜，我这儿结束会议了啊，拜拜。